你不要打在这个红薯叶上。除了这个菜不打。这没有定的好用啊，勒得我肩膀，好痛啊！那手牙了。又得重新种过，这黄豆过了没用了，都没结哦。花都落了，全是叶子，不长豆。那花被水泡都泡走了。种芝麻还是种什么呢？嗯，还是种豆。嗯，我们种的这个木薯长这么高了。定的你只要动右手就可以了，手动的你是两只手都得动，有点不协调。你看这个利用率多高，又发起来了，才砍了好像一个星期这样吧，嗯，马上又长起来了。所以种这个东西喂猪喂鱼利用率就非常高，循环利用。对，砍了发发了砍，就那一边那时候老妈就要扔下去全部长草了。这里还好，这里插下去长得都还行，长得最好的。嗯，把黄豆弄去喂鱼去，两担可能装不完哦。本来要种来自己吃的，现在是给鱼吃了，一颗都没接。它那个花掉完了，掉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应该不会那么容易长水了吧？现在不长了，现在还长水哦，天天的话，那农民怎么活？嗯、好热、啊，可能又要下雨了。哦，你不要来吃草哦，你来吃草，这都是吃狗肉，好多那种虫。哎呀，先拿一担过去吧，一会再来。来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加菜了，你们不能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！快长快大，加菜。这个叶子有点老了。应该早点就把它弄来喂鱼了，因为那个时候长完水嘛，一泡它那个黄豆的花就没有了，一个花都没有，应该早点拿来喂鱼了，马上过来吃了。我还以为它不吃呢，它饿起来了啥子都吃。好热啊这几天，我估计可能也有大雨下了。还有一担草，明天早上再喂。我爸说那个不能喂太多，因为他早上先喂。今晚全鱼运，老妈去买了什么贵口鱼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。不是，这个是反正也。妈是贵。这个很贵的哦，这个活的话七八十块钱一斤的。贵口鱼。嗯。喂。这个做汤就比较好。哎，没事。哎呀，拿手拿了。你的手还没洗啊！啊！洗啊！快点吃饭，快点！我妈妈已经给我洗了。好，吃饭，快点吃饭了。来，回。
嗯，这里。十八个鱼。你看看有没有刺过？慢慢嚼啊，看有没有刺。都打鱼啊！两个牛。